Learn Chinese Mandarin at MandarinNu.com。乘车礼仪。Commut e adequate。您好，欢迎乘坐 A.I 号列车。为了更好的乘车体验，请您遵守乘车礼仪。 进入车厢后，请不要堵在门口，这样其他乘客才能顺利的上下车。为了其他乘客的乘车体验，请勿将个人物品放在。 其他人的座位上，也不要把脚放在座位上，尤其是其他人的座位上。 为了所有乘客有一个舒服、放松的乘车体验，请不要大声说话，不要大声打电话，避免不必要的噪音。A.I 号列车。 对所有乘客开放，请为残障人士和婴幼儿让座。请记住，每节车厢均有垃圾桶，离开时请妥善处理垃圾。 我代表全体列车员，感谢您选择 A i 号列车出行，期待您的再次乘车。If you like my videos, please give them a like. Your finger is the magic to make me continue.